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欢迎准时收看《飙股俱乐部》，我是固德投顾汤树奎汤老师。礼拜三的台北股市啊，来看一下，的钢管龙钢管了啊，726亿，跌3点，熊关系中 K 34点，最低跌16，重点是它没有量又下跌，我最喜欢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最近有加入 LINE 的，啊。因为很多人在这个节目太早，所以我就让你加入 LINE 分享一下一些资讯。昨天呢，就是兴之所至，昨天就比较早发跟投资朋友解盘。昨天啊，9点多快10点，我就讲这一档股票了，大同。讲完之后，你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买，两等涨停。对吧？最近有加入 LINE 的，我若无写，我若无讲，我汤顺奎名字倒过来写。你有看的应该很清楚，你有加入的应该很清楚，白纸黑字，我汤顺奎想骗你啊，都很难。董监改选大戏，大同，世界大同，不睡吧？嗯，成交量的规定，放大，成交量几张？13万张7000多张啊，13万7000多张啊！你想买几百张、几千张、几万张，随便你。13万7000多张，没有行情，行情绝对是找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你每天等，每天等，唉声叹气，老师啊没有量，老师啊要跌三点，老师啊没有量，老师要挣手税，老师要黑天鹅，老师要政府不护盘，老师啊那个大陆哦，那个辽宁舰哦，会不会怎么？不知道在台湾海峡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老师要川普当选了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老师要川普要上班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管他天下什么事啊？专心学你的股票，唐伯虎点秋香，点对你要的秋香。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跟对人他轻轻松松。再讲一遍，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跟对人他轻轻松松。你为什么没办法很轻松？因为很多人最近都觉得过年前要赚红包，那我再讲一遍哈，最近有加入我 LINE 的，昨天我们讲这档股票，这样够不够意思啊？我没，重点是你睡或不睡的过程中，重点是我没收你半毛钱，我就是要让你目睭紧紧看，那真正会赚钱呢，老师是不是几百张一两百张硬拉做节目？你看一下放大，13万张呢。股本多少？233亿嘞！你想买几百张、几千张，随便你。而且在盘中啊，盘中我昨天就跟你预告啦，你不需要等到收盘再打来狐疑到底怎么样，到底怎么样。盘中你只要出手，买100张赚100张，买1000张赚1000张，买10000张赚10000张，你绝对买得起。昨天收完盘之后，就很多人打到固德投过来，汤老师感恩。吼，真正大赚后表有基本面啊，真正有够水的。你的会费到底怎么算？我买了2000张，因为我也认同你的理念，大同，世界大同，有水不？昨天有加入 LINE， 你看，表示啊感恩，红包钱赚到，10%去头去尾高趴后，100万变109万，1000万变1090万，汤老师感恩钱赚到了，你的会费到底怎么算？赚钱啊，探囊取物。当你探囊取物，当你轻轻松松，当你赚到钱之后，红包钱啊，老师他赚到了，你会想管大盘吗？你会管他有没有量吗？量不量他没关系啊。唐伯虎点秋香，他就是你要的秋香。亲爱的老师朋友，昨天也是一样，跟你讲万红，这个全额交割了，你辛苦一点啊，想办法跑一下券商。今天创新高，万红。昌泰也是一样，最近有加入 LINE 的。我在这里有没有跟你讲？我老婆跟我汤顺的名字倒过来写，昨天创新高了，11月11号，又是让你赚，又是探囊取物，又是轻轻松松啊，赚钱啊，反掌折枝之意，做股票就是很轻松，回首来时消失路，这些股票你看，金居。
这里我汤顺奎我老婆讲啊，最近有加入 LINE 的啊、哦，我汤顺奎我老婆讲，35、36也在卖，金居年啊，这档股票它金居啊，它会金居独立，35、36、41、42，现在一个高，创新高，46.4，你还在挨钱难赚，大盘是安内哦，最近才开始反弹哦。又是探囊取物，又是轻轻松松，贵你啊，好贵啊！很多人还在意兴阑珊，因为去年很多的印象不好，黑天鹅啦，没有量啦，政党轮替啦，川普当选啦，英国脱欧啦，所以今年很多人就会有印象，认为今年还是会很难赚，这叫做散户的心态。因为散户喜欢用看之前来做股票，就如同之前。哦，宏达电1300，现在买会1300，完全大错特错。做股票一定是看未来，不是看过去。那过去呢？你如果看过去，你难过啊，你怎样难过？你怎样香菇啊？为什么？去年啊，又是川普当选，又是政党轮替，又是黑天鹅，又是英国脱欧，你看又如何如何。但是你没办法解释去年的台北股市啊，涨了1000多点。所以你还是一样，你要有方法，你要有经验嘛，你要有经验。金融市场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的人的钱，有方法的人赚没有方法的人的钱，能控制贪欲的人不看短的人赚不能控制贪欲的人的钱，有耐心的人赚没有耐心的人的钱，客观的人赚不客观的人的钱，胆大的人啊，尤其是这此时此刻台北股市9000多点，因为它是多头嘛，很多人说多头再来参加嘛。因为它是多头，多头越垫越高，越垫什么叫多头？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但是你就觉得好像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难赚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我们还是一样探囊取物。你的胆子、啊、要胆大心细，你的胆子不够大，随着多头啊指数越垫越高，要冲万点了，你会越不敢赚。没有错吧？面对2017，你要自己做吗？2017啊，怀疑中要过万点，要冲万点。冲万点啊，不管万不万点啊，也要探到钱啊，这是重要啊。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跟对人他轻轻松松。又讲到提纲挈领，刚刚跟你讲的那个两个话题，没有错吧？你看一下，最近有加入 LINE 的，对不对？初尾跟你谈，你看涨，初尾跟你谈，讲完之后开始杀，讲完之后开始杀，漂不漂亮？最近有加入 LINE 的，你看一下立达。立刻发达108，贴都没贴。立达我有讲嘛，114，等看涨，114，119。为什么找歪人都无话可说？因为公开验证了，因为童叟无欺，因为白纸黑字有图，它有真相。我想骗你都很难，没错吧？所以为什么来找我都是股市的饕客？亲戚朋友介绍，节目看很久，下定决心的，因为无话可说啊。因为白纸黑字啊，我想骗你都很难，因为童叟无欺啊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闻香下马就对了。我做了这么多高难度的表演，目的无他，我希望你把握机会。谁啊能够带你敲开财富的财富之门，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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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收你半毛钱，无话可说。老师啊，天下武功啊，唯准不破，你的会费到底怎么算？这些股票。包括昨天送你一档，你看大同涨停板，都没收你八千几。讲到重点了，天下武功唯准不破，包括大盘，包括个股都是一样。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唐伯虎点秋香啊，选对你要的秋香，重压。讲到重点了，重压一波上去之后，探囊取物，轻轻松松。投资就是要很轻松，不会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上班，不会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生活，不会因为投资啊影响到你带小孩，不会因为投资啊影响到你的退休生活，投资都是很轻松的。但是你如果不要走，这个大盘没有量哦，这个大盘充斥着黑天鹅哦，你会觉得选股难度很高啊，你不要赔了很多，我不希望你赔了很多，赔到头皮发麻，实在受不了了。再来找我，所以我做很多高难度的表演，都摊在阳光下让你检验，目的无他。我希望你啊，心里面有一把尺，我希望你啊，有一双雪亮的眼睛。德不孤他必有邻，我很清楚这个道理。你是跟还是不跟？你跟我汤顺为缘分到哪里？跟很多标股缘分到哪里？完全在于你哦。你如果经验不够，
没有方法，不能控制贪念，这个市场对你来讲你是痛苦的，你真的做不到，跟对人啊，相信我，放轻松，交给我就对了。做股票探囊取物，轻轻松松啊。来，昨天又一个报章杂志，昨天的报纸又是头版头条。哈，你要大片有看到没啊？中鸿营收创新高，年增30%，钢品报价持续，重点的这个持续推升，法人开始追高了，看到没有？法人又调高它的平等，中钢、中鸿又是探囊取物，又是哎。法人开始追了，他低档来的时候都没人要追，业绩看到他就追了，也就是后面啊，后面会敢买，一路大买，一路大买中鸿钢铁的，一定就是法人了嘛。法人都是看到业绩才追股票的啦，没业绩吧，也不敢买。那没业绩还没出来之前会买的就是特定人，行阿来耶。好，我汤老师介绍很多股票都行阿来耶，这是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都是行阿来耶。啊，因为有图有真相，因为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。我今天我汤宋奎啊，报纸看那么大，我再来跟你介绍哦。中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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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电话进来吐口水，我都是领先全市场的，还记得吗？嗯，还记得吗？哎，到哪里去了？我都是领先全市场跟你谈的啊，没什么我你看一看，啊，图卡不见了。领先全市场，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。来看一下中鸿，去年十月份讲到现在，6.5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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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价格啊，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。有没有领先全市场？嗯，无博啦。我们来看，为什么来找我都无话可说？去想一想这个问题，都是有图有真相，而且每天让你看，你觉得，哎，老师啊，你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哎。那钢铁股没有人看得好，只有你看得好，而且还会飙，还说会火山爆发，还说刚开始而已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你为什么领先全市场？你跟其他老师为什么都不一样？每个还在 IC 设计，全国电子去年年底啊，10、11、12全部死光光，跌得要死。为什么钢铁股一枝独秀？只有你看好，全市场只有你看好，全市场又最他最飙。来找我只有一个目的，放大，只有一个目的啊，重压。我讲过唐伯虎点秋香，你如果没有能力点秋香啊，这个大盘没有量，这个大盘黑天鹅满布，你还要自己做吗？火山爆发飙出去之后，全国电子死光光，你终然恍然大悟，哎，老师啊，点足够是安内，你也钢铁股那安内安内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没有拉回来再买？你看我做股票做多长，是不是很轻松啊？全国电子死光光，我的钢铁股是安内。昨天又出去，即将要挑战。今天等一下要挑战新高了。等一下开盘要挑战新高，要喷出去啊！啊，你看一下，为什么要喷出去啊？放大，法人调高啊，法人调高，中钢、中鸿平等，他们都做冷热压的。钢铁股为什么看好？你说、欸、老师啊，你怎么赚那么多还不跑？很多电子股是安尼跌到稀烂嘞，你是套牢还不跑？我是怎样赚很多还不跑？两种心情，专业跟业余差别的。我冒一些风险了、啊，带我的会员赚更多。你冒很多风险了、啊，在等解套。什么叫专业？什么叫业余？钢铁股热压冷压现在全面大涨，重点是炼热压冷压的上游，叫做扁钢坯，缺料。而中鸿钢铁跟和歌山，日本和歌山。有低价的稳定的合约扁钢坯，也就是它没有缺料的问题。中钢你现在去买去跟他炼钢哦，还有扁钢坯可以炼。去年到今年到第三季开始拍摄以后，它全面性大高炉炼钢要修，也就是说到十月份之前，十月份之后扁钢坯会缺货，所以这上半年了大家都会抢钢。你觉得钢铁股到底可不可以拼？为什么我赚这么多还不跑？去想一想这个问题，啊，来，又有一档股票，你一定要，我讲过会贴成这样，一定是千挑百选，一定是百炼成钢，看到没有？一定是百炼成钢，出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出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出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出去了，出
出去了，因为重点在这里，你要跟着我来重压，他出去了。这档股票你务必要上车，还有很多股票要飙啊！固德投顾啊，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不是浪得虚名的、啊。今天啊，有一个坏消息跟一个好消息要跟你报告一下。坏消息是，因为你也看到我的股票很多都是不天正的，独树一格，头也不回，领先市场，有图有真相。啊、哦，汤老师有两个节目，又加了一个节目。好，一个中式，一个这个，所以我们在过完年农历年之后，过完农历年之后，要全面性调涨汤老师的会费，这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固德投顾20周年庆，庆祝20周年庆，一家投顾公司可以撑20周年，姜是老的辣，全面只要二，全面只要二，而且会费啊，会期啊。你自己打来问哈，会期你从过完农历年之后3月份再跟你起算，也就是说很多过年之前有很多的好康，过完年之后调涨会费，而且好康完全没有，啊，我们调涨有没有道理？你自己很清楚，就因应一利一休，广告中的电话，啊，想尽办法把握机会，金鸡年啊，你要真的把握机会，进一段广告回到现场。A little healthy advice. Eat well, live well, and take care of what makes you you. 用艾维诺呵护你的肌肤，燕麦舒缓保湿乳，天然活萃燕麦精华，深入肌底修护肌肤，一天开始缓解干痒肌，2周舒缓肌肤敏感问题，重现健康亮泽。燕麦舒缓保湿乳、沐浴乳全新上市，艾维诺修护肌底健康弹亮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有不唔通乌被打哦！正光金丝膏不含黛可菲尼，不伤肝。正光加味金丝膏更有效。新春好料理，康宝鲜味炒手特价99，浓汤任选两组只要128，妙招都在巧妇年菜食谱，快上网搜寻。你知道吗？环境中有5大伤害会影响肌肤屏障，让肌肤水分迅速流失。露得清水活保湿凝露，无论炙热。潮湿、强风、寒冷，抵抗环境伤害。渐进补水膜科技，48小时持续为肌肤补水、锁水，有效修护肌肤屏障。我的5大环境伤害对策，让我的肌肤可以真正抵抗城市侵扰，乐得清，遇见更多可能。他很好，导演再一次好不好？我能不能做得更好？每一次。我都这样问自己，有空来啊，送你的。无论工作、生活，或者对待家人朋友，这种话不说吧，你搬回家吧。对，还你好，我一直想做得更好，更好。有人问我到了50岁，还会这么坚持吗？一定会啊！新东阳50年来一直努力做得更好。做股票做棋子啊，坦白讲啊，没什么美感啊。天下武功，唯准不破。葵花在手，江山我有。讲刚刚你讲的对吧？很多人还是一样头皮发麻。买贵你啊，买贵你啊哦！你如何自处？把握机会啊、哦！做股票、啊、没什么美感，抓对产业的趋势，趋势往上就做多，趋势往下呢就做空。操作的时候就是观念的问题，资金控管、时间控管、情绪控管的问题。讲刚刚来讲，但是能够做得到的人如农有几人？没有量哦，黑天鹅哦，投资要很轻松哦，你做得到吗？那有参加跟无参加，真正有差啦。好、哦，来你自己去慢慢体会。你当
我最不希望你赔到因为受不了再来找我，就找我杀价去参加便宜的，送东送西的，送一大堆资料的，送东送西，最后一定送你到西啊。他老师做了很多高难度的表演，很简单，领先全市场，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。刚刚你有没有看到我领先全市场跟你谈钢铁股？到现在探级阿哥不爱出哦，你的老师是满手套牢的股票，我是探级看就贼阿哥不爱出了，6.5块现在要10块多，你65万现在是10几万，650万现在还在1000万啊。我是探级哥不爱出了，看好熊谁哦，看好熊谁龟贴吧龟贴吧，我是探足贼不爱出了，我是探足贼不爱出了，你是套很深不爱出了，你在这个市场的渴望就是等解套。我们是愿意冒风险拼赚更多，赚一两倍。你是冒风险啊，拼等解套啊，老师啊，我解套了，好高兴。这不是你来到这个市场的目的啊，天下武功啊，唯准不破，没什么没干。真的这样子吗？来，死而复活。我讲过会贴成这样，会贴成这样，一定很有把握，一定是千挑百选，一定是百炼成钢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放轻松，你上车就对了。死而复活，神机再现啊！死而复活，神机再现啊！有没有一样？那个点为什么你不来？大买500张500万，昨天又创新高了。所以跟我做就对了，想这么多都没有用。我不希望你因为受不了再来找我。会赚钱跟不会赚钱的人，我发现有一个态度，积极跟不积极。不积极人就会觉得过年完之后再说，反正我套这么久了，我没有差这几天。积极的人啊，他很想复仇，复仇，他知道要把握机会，他知道他不能离开这个市场，他知道要保持盘感，保持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。自己不行没关系，找一个老师来帮你操作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散户怕参加错投顾老师，他很清楚这个道理。那来找我，我只是做，我讲过了，我只是做一件事情。看我的节目，你只要看一个美感，有没有领先全市场，有没有讲在前面，有没有验证在后，就这么简单。有，爱参加，会费再贵你都要参加，金星有没有？我说会盖成这样，就是领先全市场，有没有讲在前面，有没有验证在后？啊，为什么来找我都无话可说？初尾跟你谈。修改拉回再买，因为它趋势往上。我讲过做产业的趋势，趋势往上就一路做一路做出，拉回等拉回再买，70%，去头去尾，100万变170，1000万变1700，又是探囊取物，又是轻轻松松，钱很难赚吗？你错过了金星，又是一样。这档股票我跟你预告，我要大买，它就是精英 best of best， 我准备要大买。我讲过，你要参加一个投顾老师，很简单，你有看他有没有办法讲在前面验证之后，而且有图有真相，而且领先全市场。来，我准备跟你预告，我要大买，结果大盘拉回400点，他准备创新高，大回拉回400点，他敢对喷出去，大回拉回400点，他开始发威，大盘拉回400点，他涨27%，后面呢？哎，老师啊，真的轻轻松松，老师啊，跟大盘完全没关系，探囊取物，轻轻松松。如入无人之境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头也不回啊，过关斩将啊！你看我们是赚很多还不出，赚很多还不出，你是套很深还不出，哎、欸，这几是点足够呢。赚到钱之后，你会觉得汤老师会费便宜，大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啊，全部费功夫。这档股票。好好把握机会，明天会更好，今年转机年，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刚开始而已，所以他在等你啊，你要不要上车？再讲一个啊、哦，你我知道你又因为会费的问题、会期的问题，先讲一个坏消息啊、哦，潘老师过年之后全面调涨会费。我们的股票准或不准，天下武功啊，唯准不破。我们的股票准或不准，我深信啊，你有一双雪亮的眼睛，你心里面啊有一把尺。我做了很多高难度的表演，目的无他，希望你闻香下马，得不孤啊，他必有灵。酒香不怕巷弄深啊，我在等你啊，很多标股他也在等你啊。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他有谁听？就如同这档股票，精神病院。我说本益比才5，你为什么不敢拼？你为什么不敢拼？开始动了，看到没有？
开始动了，看到没有？又是无话可说，哎，老师啊，又无话可说，你看开始动了。精神病院放大，我说为什么不敢拼？精神病院是什么股票？龙中笑哎，你知道吗？广丰啊，有没有本益比才五？精神病院，我说快压不住，是不是广丰？龙中笑哎，你知道吗？开始动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无话可说？哎，老师啊，美美掀开神秘的面纱，哇，又赚两亿。一个失忆，一个回忆。老师早知道跟你来这个地方重压，又涨一根停板，100万变100亿，1000万变1000亿了。来找我就是要听悄悄话重压嘛，还没动我也跟你讲，1月10号，你看广丰他在等你嘛，有没有发威了嘛？你看昨天发威了，看有没有发威？是不是广丰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发威了啊？自己看，自己看，也不用解盘了，解什么盘啊？自己看。那你看3秒钟。获利爆了，亏爆就派好不好？没信心的下车，等一下又要喷了。你又错过，我又今天给你开牌了，又差一根停板。有参加加无参加，差一支停板了。好，把握机会，这一档股票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进来问，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。等一下要喷出去了，想尽办法把企图心拿出来。过年之后全面调涨会费，你要把握当下。过年之前很多好康都会有，过年之后就没有，你好好把握机会。固德投顾二十周年了，庆祝20周年，全面只要二，全面只要二。会期啊，一律从3月份开始起算，而且还有很多加码的活动。广告中的电话如果很难拨啊，把企图心拿出来啊，想尽办法拨通他，电话拨通财运亨通，明天见。环境中有五大伤害会影响肌肤屏障，让肌肤水分迅速流失。路德清水活保湿凝露，无论炙热、潮湿、强风、寒冷，抵抗环境伤害。渐进补水膜科技，48小时持续为肌肤补水锁水，有效修护肌肤屏障。我的五大环境伤害对策，让我的肌肤可以真正抵抗尘世侵扰。路德清，遇见更多可能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有不唔通乌白打哦。正光金丝膏不含黛克菲尼，不伤肝。正光加味金丝膏更有效。新春好料理，康宝鲜味炒手特价99，浓汤任选两组只要128，妙招都在巧妇年菜食谱，快上网搜寻。Here's a little healthy advice. Eat well. Live well. Hi. And take care of what makes you, you. 有艾维诺。